点解会搞成咁噶？杜平安符咧？我俾你嗰杜平安符咧？知啊！我上次俾你嗰杜平安符，你抌咗啊？符咩啫？而家方里边都唔知点。家嫂，你真系要大步揽过，报答保佑，保佑个大小平安。点啊，医生？对唔住，你太太流产咗。 你唔可以再搞阿伟两公婆，我哋嘅事唔关你事，静静地就好养路。如果唔系，连你都唔放过。阿伟份人我好清楚，佢唔会做啲伤天害理嘅事啊！你点解仲要缠住佢啊？你再问落去，产嘢祸上身。阿伟嘅事真系我嘅事，总言之，由我一日，我唔会俾你害佢啊！<笑> 都几关心朋友啊！你已经害咗伟母咗份工，害到我哋两个冇咗细路噶啦，佢哋已经好惨，你仲想点啊？你咪要缠到佢哋死为止啊！我缠住佢，你妒忌啊？你讲咩啊？讲出你心入边嗰句咧！你唔好乱讲啊！你对人咁好，我就成全你哋啦！ 住啊！会住我做埋啲咁嘅嘢？唔系啊，方，你误会咗，我同佢冇嘢噶。阿伟俾只女鬼上咗身啊！阿伟，你醒下啦！你可以讲真只女鬼噶？你当我三岁细路哥啊？咁你有冇佢前呃我？你信我都系真噶？阿伟真系俾只女鬼搞紧啊！你谂下，点会咁样对你啫？佢系你老公嚟噶。唔通系真嘅？老婆。 咁易？点解把女声嘅？阿伟啱啊！你咁样做就啱啊！你谂住阿芳啊？你谂住阿芳就可以赶只女鬼出嚟噶啦？老公你点啊？老公啊？阿伟，你信我？你做到噶？我同你系好朋友嚟噶嘛？系咪？仲有啊，阿芳同你系好夫妻嚟噶嘛？你记得噶系咪啊？阿伟啊，老公啊！
对唔住，你估唔到呢个世界上仲有咁真嘅爱情同埋友情。我究竟有咩对唔住你？你要咁害佢？佢以前做收租佬，我老公输咗好多钱冇得还，后来。他夹埋其他人签我老公，搞到我老公输咗好多钱，系佢逼死我老公嘅。头七嗰日，我仲烧紧烟，佢一手捉住我，跟住就强奸咗我。嗰晚。我就是穿着这件红衫跳楼，我要他绝子绝孙，生不如死。他就是阿伟的前妻，他叫陈有才，阿伟是他的仔。细胞，那为什么不去找他，反而害阿伟和他老婆？他虽然人是好性，我埋不到他身，但是他的仔就是晕低，一日都是我衰，我太贱格，我抵死，唔到累埋我自己的仔孙添。老爷，如果报应嘅就报应喺我身上，你嚟揾我啊！好，我就赔埋一条老命俾你，等你安息。我哋边度啫？系我欠佢嘅，佢嚟攞债系啱嘅。你放开我，等我即刻。傻啦！我要去跳楼啊！呢啲上世嘅嘢嚟啫嘛。我抵死啊！我抵死啊！你要走我呀？走。走对你唔住，但佢已经知错啦。都过咗咁多年，我年纪咁大，你仲想点啊？就算我唔害佢，佢都得到佢应得嘅报应。有因必有果，因果循环。如果一个人做过亏心事嘅，到最后都会得到佢应得嘅惩罚嘅。讲到呢度咧，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。下一集嘅2002咧，就同大家会讲一个电脑嘅故事。咁点解玩电脑啊，会玩到惹祸上身咧？下个星期就自有分晓啦。下个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系啊，不你都上网。电脑系唔系真系可以通灵咧？一日到晚都要住个电脑，晚晚唔使瞓，饭又唔食。全球有5亿人玩 CGQ， 实际得个2亿咋。我担心 Ivan 唔知识埋啲咩人添啊！我真系好想陪你落去玩。真嘅 ，Ivan 啊，开门啊 ，Ivan！Ivan， 帮我细佬啊！放开我细佬，放开佢啊！上网引心，夺魄勾心。下一集的2002上映。